哎，大家好啊！今天是2020年的4月30号，周四啊。那么今天呢是4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啊。那么这些天呢，越来越多的好消息了啊。比如说昨天的视频，是吧？啊，大家都看到了啊，就是法拉盛大部分的华人超市都恢复营业了，然后但是进门呢要戴口罩，这是一定的啊。然后都要喷那个消毒液，然后进行消毒。还有些呢，超市它会提供手套。当然了，这些对我们华人来讲呢，就是华人出门都是全副武装的，对吧？所以这些都不是问题。相信绝大多数人呢买菜都已经不会有任何问题了，绝对是个好消息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不想做饭，你还可以呢去排队去领纽约市提供的免费餐，可以上网查一下离你最近的。就有在供餐的学校，昨天呢视频呢也能看着了，就是有那些提供免费餐的地方呢是提供三餐的，然后这里边呢有水果，有饮料，而且呢还有酸奶，就营养是非常均衡的，是非常不错的，至于爱不爱吃呢是你个人的问题，对吧？然后，如果有行动不便的老人，那纽约市还提供送餐服务，对吧？是可以送餐到家的。如果你没钱买菜了呢，或者想体验一下政府提供的粮食什么样，还可以去 food bank 啊，去查一下，看看呢是怎么预约，在什么地方领，对吧？这些东西也是非常丰富的。就是如果你有提前的预定，那么呢很多东西可供挑选，对吧？如果你只是当天领。排队呀，去领，那很有可能呢，就是你领的东西啊，不是你想要的，但是也不是问题，反正又不要钱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最近越来越多的人呢，领到川普的这个补助款了，1200啊，有一家庭的呢就是2400，有个小孩呢就是，反正越来越多吧，好多人，我朋友圈里好多人晒他们3000多。尽管我还没有排到这个日期啊，IRS 跟我说现在还没有给我转钱的时间表，但是他告诉我是可以领的，是吧？相信大家现在的生活一定都是衣食无忧的。那么虽然在这些日子里呢过得比较无聊，但是呢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数字已经一直在下降了，对吧？那这州长和市长都已经谈到了，就是5月15号，纽约就开始逐渐开始要复工了，前提条件呢，就是连续14天这个数字一直在降，各种数字要降，就要复工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对吧？首先，让我说到复工。我最先考虑到的就是这个地铁和公交车，对吧？因为说实话，我个人觉得纽约市啊，包括纽约市通勤的这个周边的这几个州，就地铁呀、各种公交啊、火车呀，我觉得这些系统应该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，就好像我记得统计上有个统计说，就是。Queens 啊，Brooklyn 啊，还有 New Jersey 这些地方，都比 City 里边的这个感染率要高。这个 City 我们是说曼哈顿啊，就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 City 里边呢，它需要挤地铁上班的人非常少，或者说不多，所以它感染率会低一些。那么复工了，你要不要去挤地铁上班？就是，如果你有抗体了，对吧？那你可能会更放心一些。但如果你没有抗体，或者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有抗体，那么早上8点和大家挤在一起，然后挤在一起进城上班，你会不会很有心理负担，对吧？尤其是你家里人会不会有心理负担？那么你家里要是有老人呢，会不会很担心？这个呢，我希望政府能有一些作为，对吧？保障一下这方面。那么作为我自己呢，在复工方面，
我公司不用进城，只是从家走过去就好，所以我就没有这个地铁的困扰。那么，因为我这个工作性质是贸易公司嘛，所以我要大量的出差。哎，这个出差呢，就坐飞机住酒店，啊，参加全美各地的各种展会。那么，我敢不敢坐这个飞机，对吧？这5月份到6月初这一个月，我一定是不敢的，除非我发现自己有抗体，或者是有特效药了，对吧？否则复工之后这一两个月，我应该不敢正常恢复我自己的生意。啊，就是像昨天有一个新闻说，就是 Dr. Fauci。他说这个瑞德西韦是有效的，但是我又看其他的各种媒体，就是他的说法呢，又含有各种委婉的成分。那么我个人觉得，就瑞德西韦这个，或至少中国的实验，临床实验表现呢，它是不尽如人意的，对有些人是有效，对有些人呢就是没效。那美国呢，一开始也是说这个。这个成果，这个瑞德西韦的疗效呢，没有这么，就怎么说，就是它不是一个特效药的结果，但是呢，昨天突然说就是它有效了，那至少这个对我来说没那么有说服力，就是我个人啊，我不是学医的，我个人认为它这个瑞德西韦应该绝对不是什么特效药，但是呢，就复工了。对于复工这个事儿呢，我承认我是支持复工的，我只是希望大家呢能注意安全，然后也希望政府呢能多做一些措施，就是，我不是专家啊，所以我也说不出来能都有什么保障大家安全的措施，但我希望政府能多做一些保障的措施，保障大家的安全。就像我之前的视频有说到啊，就只有我个人认为，只有群体免疫才是出路，不然冬天又来一波，你纽约还要再暂停2、3个月吗？对吧？啊，就好像中国，大家都觉得现在中国挺好的，但是呢，黑龙江那边又封了，对吧？又封城，然后各种严防死守的，怕有人从国外带病毒进去，对吧？然后。中国呢，现在是只要跟外贸有关系的从业人员全都没有工作，对吧？那比如说和我合作的工厂，对吧？他们没有订单，全都在卖口罩或者卖水果，或者就直接把工人遣返，对吧？反正就是没工作嘛，没有订单。中国封了2个月，因为国外都关了，日子现在中国也没好到哪去，就是。如果这个事儿冬天再来一波，那整个全球又要再封一次吗？还是怎么？对吧？所以没有那个疫苗之前，就是因为说疫苗至少要1年时间嘛，还要，那么现在这个抗体检测呀，包括中国的呀，包括美国的，对吧？特别是纽约这边，这个检测结果表示呢，就纽约是21%到23%的人已经有抗体了。纽约市啊，那中国的检测也是说呢，就是有抗体的、带病毒的，但是呢，完全没有症状的这些人，就比确诊的这个病例数要高几十倍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，就是因为有这些数字依据，所以说呢，就是。可能群体免疫才是这个出路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纽约州决定逐步复工了，因为他们虽然没说，但是呢，就是纽约市的现状就是医院没有崩溃，啊，政府盖的那些军用的临时的床啊，临时病床，包括那个海军的那个船，全都没用到，对吧？Java Center 那些全都没用到，医院系统没有崩溃，承受过来了。那么，
这说明什么呢？就是可以逐步复工。我猜测政府是这样认为的，就是医院系统能承受复工之后呢，再增加的那些病人。那么，毕竟呢，就绝大多数人感染到之后不会有任何症状，还有更多的人呢，就他早就有抗体了，对吧？所以就完事儿了。所以，逐步复工的决定，我觉得是这么做出来的，也就是说，就是群体免疫了，对吧？就可能政府觉得这么一直封下去不是个事儿，也不是权衡利弊之后呢，还是群体免疫可能对绝大多数人都是有利的。那当然了，就是要强调一下呢，就我不是学医的啊，我也不是政客啊，这些呢都是我一个人在家闲着没事儿无聊啊瞎想的，对吧？只是闲着没事跟大家瞎聊一下，毕竟呢现在不能一堆朋友哎围在火锅旁边啊吹个牛逼，对吧？这些已经没办法了。那如果你有什么意见，你有什么想法啊，对吧？可以留言，我们一起聊一下，是不是？然后如果你说的好呢，或者怎么样的，你不介意的话呢，我还可以把你的留言哎也在我的视频里啊给大家念一下，对不对？让更多人呢了解到我们都是怎么想的。好，这就是今天我想说的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呢，请拜托一定要点击一下订阅啊，然后感谢大家这些时间一直对我的支持啊，谢谢。